师 Katrina。 我们今天呢非常的开心，那邀请到 McKenna 来为我们分享，他小儿子呢不小心跌倒呢，就是跌上他的眼角这边呢就是流血了，他如何就是用 HO 非药物疗法呢，还有就是营养呢来处理好他孩子的伤口，而且复原的非常快。大家好，我是 McKen。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小儿子在学校上完体育课过后，就是一般同学蹦蹦跳跳的就走回课室去，那你知道就后面不知道哪一位同学就跑上去就推倒他，叫他 Superman 的滑下去，就擦着过刚好就在那个右眼角边和手脚全部擦伤了，所以那时候眼睛那一part就比较流血不止，有流血。所以过后老师也有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他回去，老师就跟他先止血咯，就是用普通那些黄药水消毒这样子。对，我去到的时候他眼睛其实已经开始肿了，所以他就看就说很痛眼睛要开不到了脚也是剥下这样子，所以我就立刻送他回家，第一时间就是现在叫他去冲凉处理好那些伤口，就是洗干净 了我才跟他开始就是一样的步骤，就是我们先用 AR 来跟他喷在那伤口那一边眼睛当然我是放在果灯那边跟他擦下手脚 眼角边，所以过后我也是用 AR time 的粉来跟他敷上去，所以过后就开始我们的 HO 了，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用这 HO 就讲很痛眼睛开不到，可能他也相当的累，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睡着了，睡醒过后他自己张开眼睛就说妈咪我眼睛看到了，半个小时不是五个小时，对，五个小时过后完全消肿了，那个伤口已经是收缩了，收缩大概80%，手脚那些摩擦了的都已经干水，没有再发炎也不痛了，也是可以蹦蹦跳跳，就是五个小时过后然后休息吃了饭过后，从晚上大概10点多又再给他用到第二天要去上学，是完全身体没有疼痛，可以去上学的，老师同学也很惊讶说哎，这么这样快可以，今天就可以见到你。对啊，你昨天是跌到这样子，今天你还来上学的。他讲我好了，我妈妈已经医好我了。所以呢，McKen 呢，在过程中呢，他孩子跌倒的过程中呢，他其实是没有带孩子去看医生的，因为只是看到是皮外伤嘛，所以他就用了这个非药物疗法呢，很直接的这个 HO 去给他先止痛，然后消肿，因为眼睛在肿消肿，然后呢，就是跟他让他抗发炎。所以你会看到呢，短短的就是在隔天的早上呢，他儿子的疼痛已经没有了，然后呢，他的伤口也逐渐的复原了，大概多少%？80%-90%，非常好啊，效果。对呀，其实就是过后都是有一直用着 HO， 直到他的伤口和他的疤痕完全没有。大概是两个星期后完全眼角就是没有留疤，他的手脚也完全好了，完全好了。 MK 呢 ,MK 呢就是让他的儿子呢就是用一直在使用，直到他的伤口呢完全不留疤，对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那呢HO 呢除了可以止痛很快的消肿，比如像跌伤啊有肿的地方很快消肿呢，它还可以抗自由基，然后就是抗发炎，对，所以呢我们非常谢谢 MK 今天的分享，谢谢，那我们很期待下一期再见咯，谢谢，拜拜。